报告委会现在出席委员八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6年5月1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下午11时14分，5月3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16分，下午20时至11时16分，5月4日星期四上午9时3分至12时3分，下午20时至5时55分。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叶伟金等13人，列席委员曾伟明忠等51人，列席官员全局部部长周鸿宪等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考试院函请审议，以及民进党党团委员段宜康等24人，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分别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等5案。决议一，大体讨论完毕，进行逐条审查。二，名称修正为《中华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三，第一章章名第一章第一节节名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一章第二节节名第六条、第九条、第一章第三节节名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第二章章名第二章第一节节名第十六条、第24条、第25条、第二章第二节节名第26条、第28条至第30条。第34条、第35条、第39条、第42条，第二章第三节节名第43条、第44条、第46条至第50条，第三章章名第三章第一节节名，除第51条、第53条，第三章第二节节名，第54条含附表四，第55条、第57条至第60条，第三章第三节节名，第62条、第63条，第四章章名，第四章第一节节名。第64条、第68条、第70条至第74条，第四章第二节节名第76条、第81条、第5章章名、第91条及第6章章名，均照考试院提案通过。委员林威洲、郑天才等5人所提第二条修正动议，经表决，在场委员出席委员11人，赞成者4人，反对者7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委员吴志阳、陈学圣等6人所提第15条修正动议，经表决，在场出席委员7人，赞成者2人，反对者5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四、第一条修正为《公务人员退休之遣及抚恤》，依本法行之。第4条照考试院提案，除第一款修正为一退抚新制，指中华民国84年7月1日起实施之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制度，该制度系由政府与公务人员共同提拨费用建立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以下简称退抚基金之共同出金制。第6款保留送院会处理外，于照案通过。第7条第1项至第3项照考试院提案通过。考试院提案第4项、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57条第3项及委员林威洲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院会处理。第8条。第1项及第2项照考试院提案，除第1项末句“共同厘定”之修正为“共同厘定并公告”之外，于照案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82条第2项保留送院会处理。第8，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5章章名第83条至第85条、第25条及第67条均不予采纳。就第10条修正为。退抚基金之运用及委托经营，应由专责单位进行专业投资，并按季公告收支及运用情形。本法锁定退抚基金之收支管理运用事项及前项专责单位形态，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另以法律定之。第15条照考试院提案，除第1项修正于不得缴回原已领取之退离给予后加列或退抚基金费用本席外，于照案通过。第17条修正为，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准其自愿退休：一、任职满5年，年满60岁；二、任职满25年。公务人员任职满15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准其自愿退休：一、出具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鉴合格医院（以下简称合格医院）开立已达公教人员保险四人给付标准（以下简称公保四人给付标准）锁定办四人以上。之证明或经鉴定符合中央卫生主管机关锁定身心障碍等级为重度以上等级。二、罹患末期之恶性肿瘤或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第3条第2款所称之末期病人，且交有合格医院出具之证明。三、应有权责机关核发之全民健康保险永久重大伤病证明，并经服务机关认定不能从事本职工作，亦无法担任其他相当工作。
是符合法定身心障碍资格，且经依劳工保险条例第54条之一锁定个别化专业评估机制，出具为终身无工作能力之证明。第一项第一款锁定年满60岁之年龄，于担任具有危险及劳力等特殊性质职务，以下简称为劳职务者，得由全责主管机关拟议之拟议酌减方案，送全序部核备。但减低后之年龄不得低于50岁。前项危劳职务认定标准另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第三项所称全责主管机关，于中央指中央二级或相当二级以上机关，于直辖市指直辖市政府及直辖市议会，于县市指县市政府及县市议会。另委员廖国栋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5项保留送院会处理。第18条，照考试院提案第一项序文末句得准其自愿退休，修正为应准其自愿退休外，于照案通过。委员廖国栋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2项保留送院会处理。第19条，修正为公务人员任职满5年且年满65岁者，应办理届龄退休。前项锁定年龄于担任危劳职务者，得由全责主管机关拟议酌减方案，送全序部核备。但减低后之年龄不得低于55岁。前项危劳职务认定标准另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第2项所称全责主管机关，比照第17条第5项规定认定之。公务人员应与届龄退休至迟退休生效日期，以下简称届退日如下：一、于1月至6月间出生者，至迟为7月16日；二、于7月至12月间出生者，至迟为次年1月16日。另委员廖国栋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5项保留送院会处理。第20条修正为：公务人员任职满5年且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其服务主管、服务机关主动申办命令退休。一、未符合第17条锁定自愿退休条件，但经司法机关裁定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者；二、有下列身心伤病或障碍情事之一，经服务机关出具其不能从事本职工作，亦无法担任其他相当工作之证明。一、较有合格意愿出具已达公保失能给付标准之半失能以上之证明，且已依法领取失能给付，或经鉴定和符合中央卫生主管机关锁定身心障碍等级为重度以上等级之证明；二、罹患第3级以上之恶性肿瘤，且较有合格意愿出具之证明。服务机关依前项第2款第1目规定，主动申办公务人员之命令退休前，应比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33条规定，提供职业重建服务。第1项所称服务机关，于人事、政风及主计人员只具有考核权责之机关。第21条，照考试院提案，除第2项第1款修正为：一、于执行职务时发生意外危险事故（顿点）、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伤病外，于照案通过。16、第22条修正为：公务人员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应予知前：一、机关裁撤、组织变更或业务紧缩时，不符本法锁定退休条件而需裁减之人员；二、现职工作不适任，经调整其他相当工作后，仍未能达到要求标准或本机关已无其他工作可予调任；三、依其他法规规定，应予支遣。以机要人员任用之公务人员有前项第2款情事者，不适用前项支遣规定。第23条修正为：各机关对于公务人员之支遣，应由其服务机关首长出核后，送全责主管机关或其授权机关购核定，再由服务机关检其有关证明文件，函送审定机关依本法审定其年资及给予。依前条第1项第2款或第3款支遣者，其服务机关首长考核予以支遣之前，应先经考绩委员会出核。考绩委员会出核前，应给予当事人陈述及申辩之机会。前2项锁定服务机关，于人事、政风及主计人员比照第20条第3项规定认定之。所称全责主管机关，比照第17条第5项规定认定之。18、第27条条文照考试院提案通过，条文中附表1照民进党党团及委员段宜康等24人提案通过。第27条附表1经表决，在场出席委员6人赞成，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者0人赞成，考试院及亲民党党团提案者2人赞成，民进党党团及委员段宜康等24人提案者4人照民进党党团及委员段宜康等24人提案通过。19、第31条含附表2、第33条、第36条至第38条含附表3、
第五十二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至第七十九条、第九十条，含委员李俊义等七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及第三项，十二力量党团提案第四章第四节结名及第七十五条至第七十八条，委员王玉明等三人及委员吴志阳等四人分别所提第九十三条修正动议，均保留送院会处理。二十，第三十二条修正为，公务人员依第二十一条规定办理因公伤病命令退休，并请领一次退休金时，其任职未满五年者，以五年计给；其请领月退休金时，任职未满二十年者，以二十年计给。公务人员依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一款规定办理因公伤病命令退休者，加发五至十五个基数之一次退休金，其加发标准于本法施行细则定之。前项人员加发一次退休金时，如因同一事由而其他法律另有加发规定者，仅得择一之领。本法公布施行前后，因施行前后因公伤病命令退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适用第三十七条及第三十八条规定：一、因执行职务时发生意外危险事故，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伤病；二、因前款以外之情形以致伤病，且致全身瘫痪或致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第四十条，照委员段宜康等二十四人提案，除将第二项末未依本条规定如期完成拨付者，由中央政府补足之等文字删除外，于朝人通过。本条经表决，在场出席委员八人，赞成者六人，赞成考试院提案者二人。照委员段宜康等二十四人提案修正通过。二十二，第四十一条照亲民党党团提案通过。二三，第四十五条修正为，第四十三条第一项锁定遗嘱为配偶、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碍且无工作能力之已成年子女或父母而不支领遗属一次金者，得依下列规定，按退休人员亡故时所领月退休金之二分之一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二分之一，改领遗属年金：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且未再婚配偶，给予终身，但以其法定婚姻关系于退休人员亡故时已累积存续十年以上为限：一、年满五十五岁；二、身心障碍且无工作能力；二、未成年子女给予至成年为止，但身心障碍且无工作能力之已成年子女给予终身；三、父母给予终身；未满五十五岁而不得依前项第一款领受遗属年金之未再婚配偶，得自年满五十五岁之日起支领终身遗属年金。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二款锁定亡故退休人员因身心障碍且无工作能力之未再婚配偶，或因身心障碍且无工作能力之子女，因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资格，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或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并每年度出具前一年度年终所得申报资料，证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过法定基本工资。第一项各款锁定遗嘱，领有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规定核给之退休金、抚恤金、优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预算、公营事业机构支给相当于退离给予之定期性给付者，不得择领遗属年金。但遗嘱选择放弃本人应领之定期给予，并经原发给定期给予之权责机关同意者，不在此限。亡故退休人员遗嘱依第一项规定择领遗属年金后，由死亡或其他法定丧失遗属年金原因，致因终止领受遗属年金时，应依前条规定计算亡故退休人员应领之一次退休金，扣除其与遗嘱已领之月退休金之及遗属年金后，若有余额，由其余遗嘱按第四十三条规定之顺序及比率领受之。第五十六条修正为，公务人员在职亡故后，其遗嘱月抚恤金之给予月数规定如下：一、依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第一款规定抚恤者，给予二百四十个月之月抚恤金；二、依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抚恤者，给予一百八十个月之月抚恤金；三、依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第三款、第四款第二目与第三目及第五款规定抚恤者，给予一百二十个月之月抚恤金；四、依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第四款第一目规定抚恤者，给予180个月之月抚恤金；五、病故或意外死亡者，
给予120个月之月抚恤金。前项领受人属未成年子女者，于前项锁定给恤期限届满时尚未成年者，得继续给恤至成年为止。子女虽已成年，仍在学就读者，得继续给恤至取得学位止。前项锁定在学就读者，已就读国内学校具有学籍之学生，且在法定休业年限之就学期间为限，就读大学或独立学院者，以取得一个学士学位为限。第一项领受人属因身心障碍而无工作能力之子女，得检同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或已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之证明，依第62条锁定给予比率，申请终身给恤。其属已成年子女者，并应每年度出具前一年度年终所得申报资料，证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过法定基本工资。第61条修正为：亡故工人员应由各级政府编列预算，给予殓葬补助费。工人员于休职、停职或留职停薪期间死亡者一同，前项应给予之殓葬补助费给予标准，于本法试行细则定之。工人员受有勋章或有特殊功绩者，得给予勋绩抚恤金，其给予标准于本法施行细则定之。第65条修正为：工人员或其遗族依本法申请退抚给予之案件，应由审核定机关以书面行政处分为之。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依第63条、第36条。第37条及第39条规定，重新计算时，应由审核定机关以书面行政处分为之。第66条修正为：本法锁定退抚给予，一律采金融机构直拨入账方式为之，并依下列规定发给：一、一次退休金及首期月退休金经审定机关审定后，自退休生效日起发给；但依第30条第三项、第31条第三项第二款及第33条第三款规定，则领展期月退休金者，自其年满法定起之年龄之日起发给；第二期以后之月退休金，配合统一作业，每一月发给一次。二、资遣给予经审定机关审定后，自资遣生效日起发给；三、遗属一次金及一次抚恤金，自审定机关审定后发给；四、遗属年金经审定机关审定后，自退休人员死亡时之次一个月退休金定期发给日起发给，但未再婚配偶依第45条第二项规定，则领遗属年金者，应自其年满法定起之年龄之日起发给；第二期以后之遗属年金，配合统一作业，每月发给一次。五、首期月抚恤金经审定机关审定后，自公务人员死亡之次月起发给；第二期以后之月抚恤金，配合统一作业，每月发给一次。第58条及第59条锁定已按遗族未成年子女人数每月加发之抚恤金一同，前项退抚给予之领受人资格之查验、发放作业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由主管机关另以办法定之。第67条修正为：公务人员退休后所领月退休金或遗族所领之月抚恤金或遗属年金，得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衡酌国家整体财政状况及经济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退休基金投资绩效调整之，其相关执行规定于本法施行细则定之。第69条照考试院提案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63条第一项弹出，保留送院会处理。第80条修正为：公务人员依本法退休或资遣后死受降级或减俸之惩戒处分者，应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薪级或俸薪额计算退休或资遣给予，其执行日期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惩戒处分判决书于退休或资遣后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者，自判决书送达该主管机关之翌日起执行；二、惩戒处分判决书于退休或资遣前送达受惩戒人处分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但尚未执行者，自惩戒处分判决执行之日起执行。第82条修正为：公务人员任职满5年，于本法公布施行后，未符合退休或资遣条件而离职者，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其任职年资得予保留，视其年满65岁之日起6个月内，以
书面检同相关证明文件，送原服务机关函转审定机关依第30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审定其年资及退休金。前项人员之领之退休金，以依第27条第二项及第29条规定计算。之领月退休金者，其每月退休所得应依第38条及第39条规定办理。第一项人员于锁定6个月应办理期限内死亡者，得由其第43条锁定遗嘱，依第9条规定申请发还其本人原缴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息。第一项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适用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一、依法被撤职、免职、免除职务；二、第一项锁定6个月办理期限届满时，有第75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三、第一项锁定6个月办理期限届满时，有第24条第一项锁定不得受理退休案之情事；四、所据公务人员年资业依第83条第二项规定办理。32、第83条修正为：公务人员依本法办理届龄或命令退休且任职年资未满15年者，则并计承认适用其他职域职业退休金法令，且未曾办理退休职务之前或年资结算已领取退离给予之年资，成就请领月退休金条件。公务人员任职满5年，于本法公布施行后不符合退休或资遣条件而离职，且未支领退抚给予者，于转任其他职域工作后办理退休职时，得并计原公务人员年资成就请领月退休金条件，并于年满65岁之日起6个月内，以书面检同相关证明文件送原服务机关函转审定机关审定其年资及月退休金。前项人员之领之月退休金，依第27条第二项、第29条规定计算，其每月退休所得应依第38条及第39条规定办理。第二项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适用第二项规定：一、依法被撤职、免职、免除职务；二、第二项锁定6个月办理期限届满时，有第75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三、第二项锁定6个月办理期限届满时，有第24条第一项锁定不得受理退休案之情事。第二项人员第二项锁定6个月应办理期限内死亡者，得由其第43条锁定遗嘱，以第9条规定申请发还其本人原缴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息。前条及第二项人员于月退休金支领期间死亡者，其遗嘱不适用本法遗属年金或遗属遗失金之规定。33、考试院提案第84条不予处理。34、第84条照考试院提案第85条修正为：依前2条规定支领退休金者，亦适用第79条及第80条规定。依前2条规定支领月退休金者，于支领月退休金期间，亦适用第71条、第72条及第76条至第78条规定。35、第85条至第88条分别照考试院提案第86条至第89条通过。36、第89条照民进党党团提案第89条通过。37、第92条修正为：本法除第7条、第4项、第66条、第69条、第82条及第83条故自公布日施行外，其余条文自中华民国107年1月1日施行。前项其余条文施行之日起，原公务人员退休法及原公务人员抚恤法由主管机关公告至同日废止。附带决议13项保留送院会处理。条字条文引述条文部分及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40、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提案4案均不通过。宣读完毕。好，这个我们现在议事录已经宣读完毕哦。那么我们等到在场人数这个够的时候，再来确定议事录。现在先介绍列席官员。我们首先介绍考试院李继玄秘书长、袁志玉副秘书长、第一组首席参事兼组长吕礼正组长、第二组参事兼组长周秋玲、第三组参事兼组长熊中友、秘书处陈坤宁处长、
法规会参事兼执行秘书谢惠元，研发会参事兼执行秘书吴敬昌，人事室黄振荣主任，会计室黄宏文主任。接下来介绍全序部周鸿宪部长，法规司蔡明广司长，全省司吕秋慧司长，退辅司吕明泰司长，人事管理司王昭慧副司长，总务司王玉司长，会计室辜怡芳主任，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陈书主任秘书，资讯室张东龙主任，秘书室李运珍主任，主计室王坚善主任，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施能杰人事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徐永义。好，请问各位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意见？好，如果没有错误跟遗漏，我们议事录就确定。今天排定的议程是审查委员段宜康的二十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二，审查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九条及第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第三，处理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考试院及其所属预算冻结项目共十二案。好，我们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哦。我先跟这个各位征求各位同学，我这个主席就在主席台啊，简短的跟各位说明啊，关于我所提的这两个案子啊，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把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三级机关啊，那么有一些是因为它有比较强的政策功能哈，譬如说这个内政部的营建署，它有很强的政策功能、政策制定功能。那么我们希望类似这样的机关，它可以兼采由政务来这个政务人员派任。那么第二个状况是我们往往把这个公务员呐、啊，就是文官系统跟专业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这个考试及格的专业人员在这个对不起，这个文官在行政系统按资历这个晋升啊，他其实不一定具有某一些三级机关所需要的这个首长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所以我们应该要扩大这个举才，但是我们怕这样的这个政务任用或者专业任用又过于腐烂，所以有规定了他的这个数目。好，那第十九条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二级机关啊，就是各部会，我们总共除了独立机关之外有26个二级机关，那么这26个二级机关的任务啊繁简不同，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会有齐头式的平等。我们原来所定的这个1至3人啊，这个副首长1至3人啊，其实对于非常有一些任务繁重的部会，其实3位副首长可能还不够，但是我们怕这个把这个副首长的人数扩充又没有做这个数目的这个限制的话，又怕过于腐烂，所以在条文里面也明定啊，就是用这个扣除独立机关之外的26个二级机关，那么如果每一个机关有平均有2个政务副首长的话，那么上限就定为52个。所以外界有一种声音说怕会这个每一个部会都增加一个政务副首长啊，这个其实要么就是恶意的曲解，要么就是其实没有看过条文了、啊。好，以上跟大家做说明。我们接下来要邀请行政院人事长啊，这个施能杰人事长来做报告。那么跟人事长跟等一下要报告这个解冻案的李秘书长说明啊，这个麻烦这个口头报告能够简短，书面报告已经有的就不用再重复了啊。口头报告如果要需要做补充再做补充。好，原则时间5分钟。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想总处对于段宜康委员等十八人拟具的这个基准法的一个修正案，我们是支持的。我想这个行政院呢所属的二级机关跟三级机关，其实现在
状况变化非常非常大，那个业务也越来越多元，而且越来越复杂，所以如果有适度的能够让不同层级的政务委员政务人员有一些增加，但是又合理的一些范围的一个限制，我想这个也兼顾了整个台湾长期以来公务体系的发展跟政务的一个需求，所以我想我们是支持这样一个提案。那只是说对于个别的一个条文，特别在第十八条或者是第十九条，我们有比较简单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建议哦。那这也是为了让未来立法的方式呢能够更能够顺畅一个执行。我想我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谢谢。好，谢谢市人市长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考试院李秘书长针对解冻案做报告。哎，主席，各位委员，今天非常谢谢各院委员对考试院各项法案的和预算案的支持和指教。以下仅就本院106年度预算案被冻结的部分向各位委员做简单的报告。依国外理会冻结10%的部分分散部分来说明。以本院首长出国访问会，本院首长因为政务需要出国访问及考察，增进国际交流，健全国家考试文官制度确有必要。另外，本院院长、副院长配合国家需要继续奉派担任总统的特使。而考试委员出国的部分呢，从103年到今天这个每人都是只有编列55,000元，超出的部分需要自行负担。三，同仁出国的部分同仁出国去参加亚洲培训总会或国际培训总会的这个会议或者其他文官学术交流活动。对同仁培养国际视野和增进国际实务接触和交流非常有助于，请委员来支持。第二案是冻结一般行政费用15,000,000的部分，本案综合说明如下：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在3月30日函报贵院，然后贵院委员会在5月4日完成审查，提报院会公决。公教人员保险法草案和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草案也完成审查，并且在5月11日函送贵院来审议。以上三法也就本案所提的问题，都加以解决。另外，党职并公职的部分贵院4月25日院会通过。那这个案子呢？这个案子在目前都已经完成，请贵院委员来支持。第三是冻结行政费用人事维持费100万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分3点来说明。以超额人力的部分本院和部会10几年来都冻结不补，积极转化移拨。二、劳务承揽和保全工作都是委外办理。三、临时人力则依实务的需要遵决办理，核实报知，请委员来明察。第四案是关于考前议事业务冻结10万元的部分，那点试委员遴聘呢，都是依照点试法来规定来办理。考试院在决定聘用各项考试点试人员时，也注意考量其历年参与点试工作的次数，并朝降低点试人员重复比例的方向来改进。那考选部也积极充实点试人力资料库的学者专家，并且检讨整并现有考试类科和应试科目的可行性，来减轻应考人和点试人力的负担。另外，考试委员担任点试工作是依点试法第4条的规定来办理。那第五案是关于冻结议事业务1/10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本院及所属部会全序部保信会就公务人员升迁性平的训练的性别平等都有具体的规划。在升迁的部分呢，建立各机关优先晋升表现优异且有发展潜力的女性公务人员。那在训练的部分提高女性公务人员参加训练比例并做了具体的规划，促请中央及地方机关选送女性公务人员参加训练，并且将女性检验公务人员参训率列为106年度推动性别平等工作计划的关键绩效指标。另外，先导各机关提供女性检验公务人员训练进修的机会，且落实奖励考核。全系部和人总处也将各机关办理女性公务人员参加各项训练进修及终身学习活动列为年度人事业务绩效考核的重点项目。第六项是有关考试院法制业务10万元冻结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本院及所属的保信会
和国家文官学院啊，在文官医学院的网络学习平台上都设有人权教育专区和性别主流化的专区相关的课程，而请法务部来协助撰写和修正。另外，对于公务人员两公约的认知，都积极的来加强来授课开课。那第七案和第八案都有关冻结国外理会20%的部分啊，并同本案刚才的第一案的理由。那另外呢，书面资料有三页啊，都是本院近年来有关工作的实录，请委员来参列。那第九案是有关冻结考试院办公环境清洁费10%的部分呢。那这一部分呢，本院的办公处所清洁维护费啊，招标啊，都是依照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12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那本院对弱势团体的采购，向来依照政府采购法22条第一项、第12款的规定来办理。以上简单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好，谢谢秘书长的报告。周部长有没有要补充的？好，有没有？好，来，也麻烦简短哈，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第一项报告为大院审议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时，通过冻结本部办理部区环境及办公房舍清洁所需经费10%，金额96,000元之决议。本案决议主要是对于原住民或原住民团体之非营利商品或劳务，于招标时得采限制性招标之规定，经常受各行政机关的忽视。本部办理情形，本部今年度编列办理部区环境及办公房舍清洁所需经费96万元。厂商台湾身心障碍人福利促进协会依本案优先决标原则规定，自愿减价至最低标价948,000元，决标在案。本部办公处所位于台北市文山区，因履约地点非属行政院颁定之原住民地区，于采取公开取得厂商书面报价时，尚无法依照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第11条规定及其施行细则第9条规定，优先决标与原住民厂商承包。本案本部于办理本年度环境清洁委托外包案，已依采购法相关规定妥为规划办理，决标对象亦符合政府采购公益目的及照顾弱势免疫，为利本部相关业务顺利推动，恳请准予动之。第二项报告为有关本会杂项设备费29万元及资讯软硬体设备费100万元两案之决议。决议事项主要为公务员退休人数逐年增加，年度预算都不够用，已要动支第二预备金5亿7,000余万元。除各还要编列杂项设备费及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实有浪费人民纳税钱之疑虑。本会办理情形，有关冻结杂项设备费29万元部分，本会会议室现有系统设备已建置达17年之久，故障率偏高。另外，办公室的专用影印机等多以预约使用的年限，故障率也偏高。办公设备必须适时予以汰换，以应付庞杂的业务需求。有关冻结资讯软硬体设备费100万元部分，本会规划办理公文管理及影像扫描系统升级的作业，更替使用9年以上且已预汰换期限多年之重要储存设备，并强化机房空调对流系统等，以提升用电效率，是以预算时有维持之重要性及必要性。因此，恳请大院准予动支本会106年度单位预算第二目一般行政项下杂项设备费及第三目退伍基金管理项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指教，谢谢。谢谢周部长。好，现在各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均不再延长。上午10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游美女委员发言。
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说利息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李秘书长，李秘书长，还有我们的人事长，请施人事长再次上台，就不用行礼了。各位好，各位好，秘书长好，哈，还有这个人事长好，这个秘书长好，今天我们这个考试院的这个解冻案，那其实呢，本席呢历年来对这个预算的这个冻结，其实大部分都锁定在性别跟人权。那我们当然很希望是说，在公务体系的这个性别跟人权这方面的训练能够有所加强。那也能够，我们也当然没看到说，不管考试院或是人事行政总处呢这一边的这个训练呢，其实有在加强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说，好，最近呢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是小灯泡的这个判决，然后呢，到底有没有符合两法院用两公约来判？那到底这个部分它的争议到底是怎么样？等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林奕涵的自杀的这个事件，那这个部分呢，牵涉到这个所谓的人身的这个性骚扰、性侵害等等。那这个部分也牵涉到我们整个性教育，所以对这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同志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婚姻的人权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些等等呢都是非常有争议，但是呢它同时也都是跟人权有关，跟性别有关。那我不知道说在我们的政府的单位针对社会呢真的是纷纷扰攘，然后呢正反意见杂陈，那大家对于这我们签了这么多的公约包括这个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还有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还有这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人权公约，我们签了五六个公约。那这些公约签了之后，大家对它的内涵，这些人权公约的内涵到底了解多少？然后这些的内涵跟他的职务，跟这些的公务员他的日常的职务有什么样的关联？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哎，我们不断的在做各种的训练，也在跟他们讲各种所谓的人权的基础的概念，可是这些基础的概念，这些的理论跟他的实际的他的业务有什么关联？对不对？到底他能不能把这些人权的观念的东西跟他的职务跟他的日常生活能不能连接在一起？那当今天事情发生的时候，又譬如说，好，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的这些陈抗的事件，我们的年轻的事件，对不对？大家都讲这我所谓的言论的自由，可是言论的自由里面又侵害到别人的，对不对？你去诋毁别人，甚至这个歧视的言论等等，那这些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我想都是牵涉到所有的这些的我们的人权的这些的议题，那如何能够在这些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公务员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些的培训的课程，或是训练的课程，或是大家能够讨论，然后呢，能够针对这些时下非常争议的这些议题，大家去讨论。那这些讨论不是只有一个学者去那里讲，讲他个人的见解，而是能够去融合各种的专家的学者、国外的见解、国外的这些的人权的机构，那甚至的 NGO 等等各方面的这些的意见，大家去融合去讨论，用工作坊的方式去讨论出说，哎，那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签了这些的公约，那站在人权的精神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尤其像说警察他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公共治安的这个维护跟以及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那这些中间，我们看到说很多的他应该要去维护治安的部分，他就袖手旁观，不晓得。然后呢，对于这所谓的好，对以前大家又觉得说这个不应是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他不断的去打发。所以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他们现在进所失据，不晓得进退失据，不晓得他我到底现在到底应该取缔，或是不应该取缔，或是任命他去吵等等。所以大家面对人权的问题，已经不晓得说他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也不晓得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尤其对执法的人，他已经是进退失据了。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外国的经验，对不对？然后拿进来共同的大家去讨论。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加拿大，他们对于这个人权，尤其对公务人员的这个人权教育的跟培训呢，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国内也有翻译。那他们最里面呢，他们其实呢列了这十大呢，这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文章里面呢，他列了十个，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去培训公务人员。当然这部分有一部分我们其实已经在做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就是说他必须要人权教育呢，他要跟公务人员的日常职务要结合在一起。透过实务的参与呢，来增进学习的效果，那不是一成不变的。
啊，所以它不是只限于这所谓的教学理，这个所谓的教学理论的这个层面，你一定要跟你的日常的这些职务去结合在一起。那透过各种的这种所谓的课堂的讨论、个案的研究，然后实务文件的分析、小组的问答、试听的教材等等。那另外呢，也就是说要跟国外的这些的啊，这个相关的 NGO 呢，能够建立起这些啊网络，那共同合作，鼓励这些人权的倡议者，那他制定政策的制定者。跟民间的人士呢，还有这些学者专家密切的合作，去设计出一些能够非常活泼，然后同时又能够符合他的需求，那大家讨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同时又具有各种的这种创新啊，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另外呢，就是对一个其实呢，我们知道说 NGO 好各个公民团体，他们其实对各种的人权，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权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对不对？不管是性别的人权、政治的人权，那甚至的生长者人权、原住民的人权、同志的人权等等，那这么多的人权，其实在我们国内。很多的 NGO 也都长期在耕耘在这一块，所以他们有一些的这些的宝贵的这些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延揽进来一起来讨论，然后来看看，就是说好，那对于这些的个案、这些特定的议题、这些的个案的这些研讨，那以及怎么样去解决。那这个部分就包括说我们的像我们的集优法，对不对？那今天也触礁了。那触礁怎么样？就是政府跟民间团体之间的，大家对这些所谓的一些议题的这个所谓的禁制区等等有所不同。那但是这个部分如果能够透过一些我们的一些的培训等等，大家去找到一些的共通点，大家找到那个界限，那这样子我想我们就能够再继续往前走。所以呢，事实上我会觉得说。在这整个培训的过程里面，那以及呢，就说像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对不对？今天来培训的这些的人，他们是不是能够建入一个 network？ 那大家遇到人权的议题，大家就能够非常快速的去讨论，那找出说，哎，我们这个可以怎么样去做？因为事实上，人权的议题它是日积这个每天呢都一直在发展中的。那这些东西如果说没有去就大家。真的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一个先知先觉，我知道怎么做。可是透过大家不断的去讨论，大家在 network 里面去讨论的结果，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可以界限去抓在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多的真理，它实际是可以越变越明的。那另外呢，也就是对这个人权的这个议题的这些优先顺序的这种调整等等。所以呢，怎么样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老师授课老师，当然我也知道说你们都有一些的评鉴。那对于他的课程的内容怎么样去改善，那最好能够也能够透过一些实作的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够融入到生活中，而不是呢就只是所谓的理论上的一些的层面那当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我也想要请教的，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人权性别的培训的课程，我们的所谓的长官一级的主管，或是我们的部长、我们的院长、部长这些首长，他们有没有参加过？因为事实上一个领导者他的一个远见卓识，他自己是不是对这方面是不是他的价值，还是说我今天颁布了，今天通过了一个人权的法案，明天就说哎，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然后自己都反复的话，你想下面的如何来跟从？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的最高级的长官，他是不是有基础、有人权、正确的人权的概念？然后呢，再下来再一层下来的话，下面的才知道执行什么，否则下面的依照人权去执行，上面长官又打压他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这方面去努力？这个谢谢尤委员的指教，我今天下午就去找郭主委，把尤委员讲的七点意见啊向他转达，谢谢。好，我们会把这个参考资料给你们参考好，那人事长，各委员报告，我想委员应该知道，我们也努力在做各方面的东西，不过一定做得不够好。委员提醒的就是怎么样把它跟日常业务来结合，还有政务首长这一边能够多参与，我来再积极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谢谢。好，我们希望说这方面就是现在其实所面临的都是非常复杂，而且都是跨领域、跨部会的这些人权的议题。那我们希望是说你们能够在适当的时间，那也能够急速的去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好，谢谢。委员请回，两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刘兆豪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考试院秘书长还有我们人事长，好吧？请秘书长，请人事长。我先请教秘书长啊，秘书长，我们看这次的解冻案里面有包括考试院的出国旅费嘛？是啊，对对。我想考试院当然这是可能每一年都会这样了哈，出国考察相关其他国家哈，当然是进步的国家的相关的公务人员的任用的方法哈，还有他的选拔的方式啊，那每一年都是这样做。但是问题是我们
我们回顾这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秘书长，在你印象中，我们人事的制度有做任何重大的调整吗？哦，向委员报告，这个出国简单的说一下。对，这个有一些部分是立即观念的改变啊，出国回来整个观念改变。对啊，有一些是秘书长，是。其实我现在不是说工人也不能出国，坦白讲，我还蛮鼓励工人也出国的，我还鼓励，就是说无论是自费或者是公费，只要合理，我觉得出去开拓眼界比你上网还是不一样，身历其境是不一样。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我们每一年政府花那么多钱，你说观念改变，但观念改变其实我们重要的不只是要观念改变，我们重要是要把这个观念化作实际的行动跟成果嘛。我现在讲的就当然这个国家这个机器太庞大了，也不是你个人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年花那么多钱去国外去做他们相关的工人的任用的资格跟培训等等相关的考察，问题是我印象中我们这十年过去十年二十年，我们人事制度坦白讲是没有太大重大的变革的啦。我们人事比较有重大的变革，大概在二十几年前，我们的直辖市或者是非直辖市的首长，他的任用的范围放宽了，就现在直辖市除了人快统或警察局之外，其他都是政务任用嘛。那非直辖市的是开放大部分嘛。其实我印象中，其实只有这个部分是大幅度的变更了。好，秘书长，每一年都做这么多的考察，每一年如果你只是跟纳税人讲说我们回来都观念改变了。但是这个观念我从来没有看见你们化成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去做宣扬。就算立法权是在立法院啊，但是你们把过这个观念，你们应该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嘛。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整个修法，我们非常重要，就是希望能够在特别是三级机关啊，一级机关列政务职或二级机关列政务职，这个大概大家普遍性大家是认为是接受的嘛。那三级机关，比如说我们要列常务跟政务可以并用这件事情，对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体系就是一个重大的变革。那我个人认为这是绝对是对的方向啊。好，我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当然非常肯，我们台湾要有一个好的公务体系，这个国家才会国力才会强嘛。但是我们也更需要跟民间的这样相对的结合嘛。对，你回想看看，如果我们这几年的县市治理，我认为各地很多县市治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他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其实跟我们放宽首长的人事的任命权跟他的范围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大家想看看柯P选上台北市长，但是一口人也才可以上班而已，其他人他都不能，他一级主管他都不能动，那他再有通天的本领，花妈再有通天的本领，他也没有办法实现他的那个市政治理的这样的能力啊，秘书长。我要向委员报告的是，这个文官制度的改变是渐进式的。你们渐进很久，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细节。秘书长，好了，我现在讲一个，我要讲一个决心了。我认为这样了，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党，它都有可能在现在或将来都有可能执政了。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国家的制度。你说循序渐进，这个我赞成，但我们未免循序渐进太久了吧？我刚讲啊，其实你也讲不出来。我们这三十年，不要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人事的变革根本没有了，除了考试科目在变以外啊，其实我们人事变革是没有的哦。你回想一下，我们人事的任用的变革这件事情，弹性化跟民间结合这件事情是，你做那么多的考察，但这件事情是没有实现在我们相关的任用制度的，是没有啦。也不为难你了，你就讲半天你也讲不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只有考试任用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文官制度是在考试任用。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你这个相关解冻哦，秘书长，我们鼓励公务员去开拓眼界了，但是不是只有这眼界开拓完之后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或脑袋里面，要把这样子的观念化成实际的行动啊，好吧？那我接下来请问任市长啊，任市长。没有，今天我们这主管这个我们三级机关的这样的人事的放宽多元化了，就是常务，就我们目前在草案是有二十五个人为上限嘛，对，我们希望常务跟政务可以并用嘛，对，在常务可以任用可以并用啊。那你认为就是说，好，我们如果要实行这个推动这个法案，面对的阻力是什么？
我想基本上，主要的主意就因为长期以来台湾习惯就是用考试用人的一个方式，就是文官呐。那因为时代在改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比较跟民间结合，所以我们也是采循序渐进的，其实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就是所以那个把数量做一定的一个控制，然后来先看看一个事情的一个阶段，如果以后还有需要再做调整，再做调整，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方向。好了，我个人是非常赞成朝这个方向了哈，就是说，其实秘书长，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循序渐进啊，你把它化成行动嘛。好，不用你们考察这么多，我是对你一个期待啦，好不好？我现在不苛责，因为国家的体制真的很庞大了，也不是你一个考试院秘书长可以率领大家出国回来就可以改变了，但是要把这样的出去考察观念的改变化成行动嘛，然后去宣扬这样的理念，去说服反对者，然后特别是把它化成行动嘛，这个才有考察的意义啊。好，秘书长，那时间的关系啦，因为今天大家也比较忙一点，我就咨询到你，有相关的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谢谢。好，谢谢刘委员，两位请回。我们接下来请吕玉林委员，吕玉林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蔡玉委员不在，钟宏照委员不在，黄国昌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陈义杰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好，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段宜康、钟宏照、林维洲，还有王玉明委员等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么在这个主席宣告之后，在今天都送到这个我们委员会来的书面质询了，我们也都会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啊。好，我们现在先处理讨论事项第一案，审查委员段宜康等20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那么请宣读条文及修正动议。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18条修正草案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修正为一级二级机关首长列政务职务，三级机关首长除性质特殊得仅列常务职务外，列政务或常务职务，四级机关首长列常务职务，第三项未修正。宣读完毕。第十八条的修正动议，请参阅修正动议编号一。第十八条第一项同提案条文，第二项中段修正为三级机关涉及国家重大政务，其首长得列政务或常务职务，其余同提案第二项。增列第三项为三级机关首长得列政务职务之总数以25个为限，第三项移列为第四项。提案人尤美女、刘兆豪、段宜康。宣读完毕。好，跟委员会说明啊，这个我们先处理修正动议，但修正动议的第三项啊，三级机关首长得列政务职务之总数以25人为限啊，应该是25人，因为这个跟19条的这个体例也一致。那么我们在法律用语，这个是用25人。好，请问各位对于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由委员的等三位的修正动议再修正之后通过，第三项就改为人哈。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字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我们接下来处理第二案，请宣读
条文及修正动议。中央行政主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九条的修正条文，第一项未修正，第二项部分修正为二级机关得自副首长一人至四人，其中一人应列常务职务、常任职务，其余列政务职务，又其政务职务总数以52人为限。第三项未修正，增订第十九条之一为：行政院所属三级机关组织法律原定之首长职务及二级机关组织法律原定政务副首长人数，与本法第十八条第二项及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不一致者，暂行依本法之规定，且不受本法第七条第一项第六款规定之限制。但各机关组织法律于本条文修正施行后制定或修正者，仍依组织法律之规定。继续宣读修正动议，请参阅修正动议编号二。第十九条，除第二项删除后段的分号，右其政务人员的右字之外，其余同提案条文。提案人尤美女、刘兆豪、段宜康。继续参阅修正动议编号三。第十九条之一，第三行将原提案条文的原定政务副首长修正为锁定政务副首长。第五行不一致者修正为不符者。后段修正为于各该机关组织法律修正前适用前二条规定。提案人尤美女、刘兆豪、段宜康宣读完毕。好，我们处理第十九条的这个修正动议啊。那么，请问各位，这个第十九条，照尤美女委员等三位的修正动议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第十九条之一，跟各位说明啊，这个修正动议的第一句的前面几个字，行政院所属啊。这个行政院所属应该可以去除啊，因为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本来就是在规范行政院这个所属行政机关哦，所以这五个字是罪字，我们把十九条之一前面五个字行政院所属删除。然后请各位看修正动议的第四行，与本法第十八条，这个本法这两个字也是罪字哦，与第十八条第二项好就可以了。好，请问各位对于这个第十九条之一的修正动议的再修正文字，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尤委员等三位的修正动议再修正通过。好，这个本案审查完竣了，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那么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好，现在处理这个第三案解冻案哦。我们这个解冻案呢、啊，是包括考试院跟全叙部的，对不对？好，退抚基金。好，我们先处理考试院的部分啊。请问各位委员，我们针对考试院及所属，好、哦，这个总共有12个案。刚才这个秘书长已经一案一案说明哦，那么各位也都看过了这个书面的报告。请问各位对哪一个案还有意见？好，我们还没宣读是吧？好，那我们要先宣读啊，请一并宣读报告事项第二案到第七案。请参看我们今天的议事日程，从第二案报告事项第二案开始，全叙部函送全叙部2016年度预算冻结项目书面报告，请查照案。三，全叙部简送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2016年度。
杂项设备费用费使用说明书面报告，请查到案。全序部函送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2016年度资讯软硬体设备费使用说明书面报告，请查到案。考试院函为冻结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向下一般事务费之办公室环境清洁维护费维护清经费1/10，简送书面报告案。考试院函为冻结第一目一般行政向下人员维持费10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查到案。考试院函为冻结第二目议事业务向下考全议事业务1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查到案。讨论事项部分，处理考试院函为冻结施政业务及督导考全研究发展向下国外旅费20%，简送专案报告案。处理考试院函为冻结施政业务及督导国家文官制度学术交流向下国外旅费20%，简送专案报告案。处理考试院函为冻结国外旅费10%，简送书面报告案。处理考试院函为冻结第一目一般行政1亿5000万元，简送专案报告案。处理考试院函为冻结第二目议事业务预算之1/10，共计259000元，简送书面报告案。处理考试院函为冻结第三目法制业务预算10万元，简送书面报告，请查到案。宣读完毕。好，这个报告事项啊，我们做以下决定啊。报告事项第二案到第七案哦，都已经报告宣读，然后先前都已经报告完竣了。我们做以下决定，均准予备查提报院会。好，我们接下来处理讨论事项的预算解冻案，请一并宣读第四。我们刚才已经宣读过了，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个第三案到第八案讨论事项第三案到第八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均准予动之提报院会。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现在我们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临时提案。请参阅提案 A， 为避免人权训练课程过度偏重抽象之人权概念，国家文官学院以强化实务案例之探讨或进行模拟实作等授课方式，透过讨论互动，其使学员更加了解我国现行重要人权保障推动机制及未来人权发展展望，并能实际运用于公务中。为人权培训课程必须因应人权议题与优先顺序调整修正，与时俱进。外国先进人权国家亦有丰富的教育与培训经验资源，原此建请考试院及保训会研究并参采进步国家之公部门之人权教育与培训做法。提案人尤美女、刘兆豪、段宜康。提案 B， 104年公务人员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之人数为2550人次，其中男性为330人次，女性为2220人次，为男性之6.7倍，男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12.9%及87.1%，显见明显的性别分工，原此建请考试院透过政策宣导或增加诱因，以其改善此一情形，并严拟列为关键绩效指标之可行性。提案人尤美女、刘兆豪、段宜康。提案 C， 在社会保险制度下，正式就业的薪资及年资会影响年金领取的多寡。目前家庭照顾责任仍由个别家庭负担，而照顾责任常落在女性身上，导致女性的升迁机会与年资累积受到影响。原请考试院与行政院相关单位调查公务人员、学校教职员、各级机关约聘雇人员等因照顾家属而辞职的情况，并提出相关的性别统计资料，于3个月内回复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与提案委员。提案人尤美女、刘兆豪、段宜康。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处理提案 A 哦，请问考试院对于提案 A 或者各位委员对提案有什么意见？考试院，好，我们提案 A 就照案通过，请看提案 B。请问各位委员跟或者考试院对于提案 B 有没有意见？提案 B 里面有意见吗？提案 B 是针对考试院的。
秘书长还要再看一下吗？好，我们提案。这个是请考试院透过政策宣导或增加诱因了哈。那这个增加诱因呢，我不晓得考试院有没有什么政策工具。如果宣导应该是可以了，哦，那么增加诱因，我不晓得考试院有没有什么政策工具哦。但是你们研究看看了，好不好？好，哦，好，因为他这个是请你们研拟嘛哈，作为这个可有最列为关键绩效指标的可行性了哈。好，我们提案 B 照案通过。提案 C， 请问各位委员还有考试院跟行政院有没有什么意见？来，我们请人事长。主席啊，我想委员的提案是很好哈，那我只是说实务上就是说，因为我目前可能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是辞职，但是在辞职的原因呢，是真的要重新做调查，是不委员可以同意，就是说那个时间哈，可以有一点点空间呐，啊，哦，就是说现在，因为那等一下全部重新调查，所以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你们就直接给个半年吧，好，好不好？那就六个月，六个月哈，哦。那你们那个什么约聘雇人员那个需要？那可以吗？最好是因为他在政府部门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给他升迁机会呵呵。所以如果以委员刚讲前提，前面是说想了解升迁机会，升迁机会比较是公务人员跟教职员啦，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两部分我们先来？这个真的是要一个一个重新做调查，嗯，这因为现在没有资料了。好，那这样我们就各级机关约聘雇人员先划掉。我们就把第四行的各级机关。顿号，然后各级机关约聘雇人员等这个划掉哈，然后第五行的三个月改成修正为六个月，那请问考试院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提案 C 就修正后通过。好，跟委员会报告，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